左转。现在去哪里？我说左转的，大哥。我不是左转了吗？这边才是左。你说清楚一点啊！我以为你说我的左。你的左跟我的左不都一样吗？怎么会一样？你看后视镜，这个是左，这个也是左。大哥，不是狗啊！有快出干！大哥，大刀王五，香港制造，香港制造。很明显，我大哥的这根才是真货。宣布吧，随便吧，警察快到了。我现在宣布，何医生的新作馆捡到尾，走吧。不要谢谢我的爸爸妈妈，多年来支持我做黑社会，还有我姑妈，带我去看《英雄本色》，还有《古惑仔》的大导演刘伟强。快走吧，警察就到了，别磨蹭了。你省省吧，你啰啰嗦嗦的干什么？快走走走走。老妈，快醒醒啊！大壮丁，你混蛋，给我急什么了？我是不是傻了？我是不是傻了？没傻，是我跟火男合谋的。要想说，记得通知。儿子，这张纸写的是什么？这个 MSM。 MSM。 齐丹，还认不认得我？这鸡是你的？这刀是你的？喂，你厨艺这么好，干嘛加入黑社会啊？哎，为了家。你呢？为我妈。你妈被人搞啊？我搞你全家。哦，是你这个王八蛋呐、啊！当着孩子说什么呢？教坏孩子。我全家，打个招呼。你好。好。你好。这三个是反应位。紫色的是我的。出租车就在这个位置。上面那条街还是下面那条？走。你们慢慢聊。宝贝儿子，你不想当坐馆就告诉老妈呀，刚才吓死妈了。老妈，我说过很多次了，你就是不听。我听不见啊，你说到我听见为止吗？你当然听不见，吸食毒品会产生幻听。行了，听见了。
吸毒者的肾脏会收缩到像乒乓球那么小，知道，严重的会影响性能力，嫌我戒，倾家荡产，妻离子散，行，你戒不戒？都说了我戒了，你比妈还，你是不是真的戒？戒，嗯。感谢主。你信教了？你也跟我一起啊。妈，明天跟我去聚会。什么聚会？哎，没什么，就像平时跟社团老头们聚会一样。谢谢。文哥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坐牢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前辈，他跟我说，狼行天下吃肉，狗行天下吃屎。你想吃屎还是吃肉？我想做个人。其实我认识你的那天已经是这样想了。真的？嗯。给你吃什么了？插什么牌？插什么牌？没见过黑社会嫖妓啊？阿仁，你也被抓起来了。对不起，我是警察。给我站好了，男左女右，什么事？快起来！我你呢？走走走，来，一个挨一个。走走走走走。对他好一点，他是白痴。风是空，无奈暂时